一次多益的终极范例，整理我整理出很多一次多益的啊，比较特殊一次比较多的啊一些字，像 chain 啊，这不卷舌 chain 啊，可以当链子。The dog is on the chain， 那是狗呢啊，绑着用链子绑住啊 ，on the chain 啊，不是狗在链子上面啊啊，所以很多英文呢、啊、很难用中文去具体的表示出来啊 ，on the chain 啊，就是啊脖子上啊拴了链子啊，这样好去遛狗啊，也可以 chain， 也可以当一系列啊链子啊，就是一个圆圈一个圆圈嘛，就变一系列。There are chain of islands ahead of us 啊，在我们前面呢有这个一系列的岛屿啊，讲一系列岛屿很奇怪，就是有很多岛屿就相连的啊，当然也不是岛屿全部连的，就是相距不远啊，有很多岛屿啊，一个当连锁店啊，像锁起来一样，链子锁起来连锁店啊 ,7-11 is a large chain 啊 ,7-11 有很多连锁店啊，你不能说 7-11 啊有很多链子啊，有很多连锁店啊，台湾有4000多家。chain 你可以当束缚啊 ,the suspect is in chains now 啊，就是那个嫌疑犯被绑起来了啊，被链子锁起来了。啊，免得他逃走啊，这些都名词，也可以当动词啊，用链子拴住。I chain my bicycle to the post 啊 ，post 就是旁边一个柱子啊。我把我的啊脚踏车啊拴在这个柱子上面啊，免得被人家偷走啊。也可以当束缚起来啊 ，he was chained to his job 啊，他被他的工作绑住了啊，束缚了啊，这个要约他很难，动不动啊、哎、我要加班啊，我工作、啊、被工作绑死了啊，像台积电啊在。IT 半导体工上班很忙啊，这个责任制啊，常常加班啊。Challenge， 我们说挑战啊，看起来这个字不难啊，给它有一些不同的意思。Challenge， 最常用是挑战。Are you afraid of the challenge？ 啊，你怕不怕那个挑战呢？啊，像这种句子没问题啊。可是另外一个意思，一般就可能不在口令啊，这个军人呢、啊，夜里啊，站哨。然后这个乌漆麻黑的啊，如果有这个同事过来，乌漆麻黑看不见，口令啊，又看不清楚嘛啊，你讲不出来的话就敌人啊，要开枪啊，自己人就口令啊。Damn it, I forget tonight's challenge. 哎呀，你不能说，哎呀，天哪，糟糕了，我忘记今天晚上的挑战了，人家听不懂啊，我忘记今晚的口令，哎呀，这个吃饭的时候或下午的时候啊，指挥官有说今天晚上口令，站岗口令，哎呀，糟糕，熊熊忘记了，怎么办？也可以当动词啊，挑战 ，he challenged me to race 啊 ，race 就赛跑啊，这很多意思啊，可以当名词当动词啊，赛跑啊，也可以当名词啊，种族啊等等啊，竞赛啊，也是有不同的意思啊。他跟我挑战啊，跟我挑战，他跟我比赛跑。提出异议 ，I challenge the truth of your story 啊，我对你讲的这个故事啊，啊，当 story 也可以故事啊，可是新闻啦、啊，新闻报道，我对你的这个故事啊提出异议啊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觉得你的故事不是真的、哦、啊，这个意思。Challenge 也是可以是考验了、啊，考验能力、啊。The task will challenge your ability 啊，这个任务啊，这个、工作啊会可以挑战你的能力啊，看你能不能适任。那 chance 一般是讲机会啊 ，chance。He has no chance of recovering. Recovering 就是恢复啊，啊，通常会讲说你生病啊，啊，然后动手术啊，啊，或者医疗以后、啊、能不能恢复啊？啊，他这个癌症啊，三期啊，四期，他应该没什么机会恢复了、啊，数馒头了啊，机会没什么机会啊。Chance 机会可以运气啊，机会运气当然不一样。I met him by chance 啊，我刚好遇见他啊，那个什么。啊，李玉刚的歌啊，刚好遇见你啊，我刚好遇见他 ，by chance 运气啊，刚好。有一趟冒险 ，don't take chances if it unnecessary 啊，如果不必要的话，就不要去冒险了啊。我们打撞球，像我很喜欢打撞球，就是 chance 就是可以进的球啊，就是有可能进啊 ，chance 啊，有的是很好进，有的也不是那么好进，但是可以进啊。有时候丢球就不能进，要解球。机会球 ，It's a chance to shot. It's a chance. 啊，这撞球换你打了啊，这是一个机会球啊，什么意思？这球可以进哦，看看你能不能打得进哦。啊，如果说打得非常好打，就 big chance 啊；如果是很难打，就 small chance 啊，都是机会球，都有可能进啊，但看难打或者好打。
也可以当动词啊，偶然发生。I chanced to see my teacher yesterday 啊，我昨天呢啊，刚好啊，偶然啊，刚好遇见我的老师啊，可能在马路上啊啊看到啊，也可以是冒险。Should I take an umbrella or should I chance it 啊？我到底现在阴天呢，还没下雨的话，一定要带雨伞。阴天呢，可能会下，可能不下，我到底要不要带雨伞？可带雨伞呢，如果没下雨的话，带雨伞累赘啊，或者我要冒险一下啊，赌一下运气啊，如果真的下就认了嘛，这临时买一把借一把等等，或者淋一点雨啊，到底要不要带雨伞或者冒险 the chance 啊 change 一般我们讲改变嘛啊，这个多了一个字，多一个字母啊。 Tom has changed recently 啊，这个汤姆最近改变了啊，交女朋友了，或者发生什么事情，他最近改了不少啊啊，这衣服也穿得很漂亮，头发也梳啊，可能交女朋友啊。一个是交换，因为 change gifts 啊，你们可以交换啊， you 也可以是你啊，也可以是你们啊，这边当然是你们啊，你们可以交换礼物啊，也加 s 嘛啊，所以就不是你一个人，就是好几个人，两个三个。也可以 change 也是换衣服啊，更衣换衣服。我可以 change my clothes， 我这边可以哪里去换衣服啊，有没有小房间呢、啊？我可以换衣服啊，也可以找零钱啊，换零钱。You change a travel check 啊，他换了一下这个旅行支票啊，但也可以换钱呐、啊，换零钱呐、啊，或换一个什么支付工具啊，也可以换成交通工具。He changes a Taichung for Taipei 啊，他在台中啊换车啊，要到台北去 change 啊，换成交通工具。也可以是妈妈啊，这个换尿帮婴儿、啊、baby。换尿布床单了 It's time to change the bed 啊，当然可以为婴儿，也可以是为大人啊，为老公啊，为儿子啊，换尿布换床单都可以啊啊，现在应该要换一下床单了啊，这床单已经两个礼拜没换了，要换一下床单啊，这都动词啊，也可以到名词 change 啊，名词这边是名词啊，所以一词多义，一词多词性。 There is an obvious change in his face 啊，他的脸了、啊、现在有变化了啊，而且两年不见啊，脸怎么变那么老了、啊？啊，有变化啊！我说，哎，你今天怎么化妆了、啊？脸不一样啊！我最近整形了，哎呀，鼻子怎么变那么高了？一个是更换啊，更换物品，这个 clean change clothes with you 啊，你换一下啊，新的啊，干净的 clean 啊，这个新的衣服啊，干净的衣服啊，也可以零钱啊 ，keep the change 啊，就不要找了啊，比如说你去吃90块。啊，就付100块，就跟那个啊收钱的说，哎，小姐啊，不用找了，不用找了，剩下的小费不要找了啊，或者坐计程车啊，58块啊，你给他60块啊，不用找了。啊 ，channel 一般是海峡的意思啊 ，the ship is Persian English Channel 啊，这是英吉利海峡，不是英国海峡，我们叫英吉利海峡。这船呢已经靠近了 Persian 是接近了啊，靠近了英吉利海峡 channel， 也可以当水沟啊。We made a channel to take the water off the farmland 啊，就是我们啊开凿了一条水沟啊，就是把这个那、这个农地啊水把它引过去啊 ，take the water off 管道啊。Is there a possible channel to communicate with him 啊？我们跟他沟通有没有什么管道啊？他是老板啊，他主管，我想跟他见一面啊，我想求职啊，我想换工作，我有没有什么管道啊可以跟他接近，可以跟他碰面打个电话。 Channel 也可以常当这个电视频道。 What is on channel 10啊，第十频道啊 on channel 10有什么，今天有什么好看的节目啊，好看的这个真人秀啊，有好看的美剧啊啊，也可以当动词 channel 挖沟渠啊。Water channel into the farm 啊，水呢啊，挖了一条沟渠，把水啊，河水引入到农田里面去，也可以导向。You channel his energies into the program 啊，他把所有的精力啊，都投入到这个计划当中啊 ，channel 导向。那再看 character， 一般是讲性格，一个的性格 character。Mary has a nice character 啊，玛丽的个性很好啊，这个都不讲难听的啊，也不说谎啊，笑脸迎人啊，也可以当特质啊。
Where is the character of this gun? 啊，这个你不能说这个枪的性格怎么样呢？听不懂，枪没有性格，这枪的特性怎么样？我们讲特性啊，特质啊，是不是、后坐力啊比较强啊？是不是射的比较远啊？是不是 射速啊可以射的比较快啊 ？Character 啊，后来引申出来可以当怪人。He's a strange character 啊，他真是一个怪咖啊，怪咖。也可以当名声啊。Debbie is an extremely bad character. 啊，大卫啊，这个名声很差，他的个性很差啊。啊 ，character 也常用这个文字啊。Do you know Chinese character? 啊，你认不认识中文字啊？这边当文字讲，所以 character 也有很多不同意思啊。A charge 这个字也很麻烦了、啊。Charge 一般是费用啊，名词啊，这边先讲名词、啊，它也可以当动词。What a charge about a lawsuit?啊，这个是卷舌啊，蛮卷舌 ，law， 它不是 low 啊，它 low 是很低 ，low 是 law 啊，卷舌 lawsuit， 啊，这个有关于这个法律控诉案件，它到底 charge about 啊，不是、啊，这边控诉下一个啊，就是打这官司花多少钱啊，所以一直都有同自己搞混，费用啊要花多少钱啊，这边才控诉。What is the charge of suspect? 啊，这嫌疑犯到底被控诉什么啊？被控啊，性骚扰啊，偷钱啊，打人啊，控诉。Charge 也可以当责任。Who is in charge now? 啊，现在谁负责？啊，现在现场指挥官是谁？啊，办公室现在负责人是谁？啊 ，charge in charge 啊，通常加 in charge， 也可以被照料的人啊，被照顾的人。The children are my charges 啊。这些小孩子现在是由我来负责照顾啊 ，charge 被照料，也可以当攻击啊。The enemy made a sudden charge on our soldiers 啊，这敌人呐 啊突然攻击我们的军队，攻击我们的军人 ，charge 啊，看意思很多，也可以当动词啊，要价就是索取要多少钱呐、啊、？We charge commission of 3%。我们要求啊，我们这个要有3%的回馈 ，commission 也是意思很多啊，一般是委员会的意思啊，也可以当回扣啊，佣金。我们要求啊，索价要求3%的佣金啊，所以国际上这个军火武器啊都有10%的佣金啊，5%给买的国家，5%给卖的国家，所以这个很多国家喜欢买武器啊，这不能公开的秘密10%，但是啊，政府单位我没有买啊，我没有经手啊，都是透过军火商，所以军火商叫白手套啊。控诉也可以让 charge 控诉 ，he would charge with murder 啊，他被告，被控诉啊，这你犯了杀人罪啊，控诉也可以是啊，负什么责任，唯一什么责任 ，my teacher charged me with a task。我老师呢交付给我一个任务啊，给我一个工作啊，你要去扫扫地、洗厕所啊，你要帮同学啊，这个指导他们功课比较好啊，帮他们这个指导他们怎么做作业，也可以当攻击。Our soldiers were charged by enemy， 啊，我们的士兵呢啊被敌人攻击啊 ，charge 也可以当装子弹呐、啊、或充满啊，当然这是两个意思啊。You charge a battery。of this remote control 啊，我们讲遥控器叫 remote control， 遥远的、远方的控制啊，就是遥控器啊。他把遥控器呢装上啊，啊，当然这个不是装子弹啊，所以这个例句不是子弹，而是装上去啊，把什么东西装上去啊，装上 battery 啊，电池啊，也可以当记账啊，记账 charge this bill to me 啊，把这个账。吃饭的时候吃完饭，哎，这个账记在我身上啊，这个、这单我买单了，我请了 bill 是账单啊 ，bill 有很多意思啊，海报啊，账单呐、啊，啊，各种的对账单呐、啊，啊，鸟的嘴巴 啊，这个意思也很多啊 ，charge 啊，记账啊，这集讲这里。